甭管咱哥俩谁活着，有些事儿永远没人知道。活着是八路军的功臣，死了是共产党的英雄。老李，要是明天你能出去了，麻烦你跟司令员说一声，就说我陆南边没有别的念想，就是想把当年被打散了的一连重新建起来。你要是死了就算了，咱哥俩都受伤。电文上说，李参谋也牺牲了。我早就有预感，如果他还活着，早就带着情报回来了。这个陆南边有两下子，在牢里还发现了几个党员，可凭他们能逃出去吗？那就要看我们派多少兵接应他们了。上级下达的作战命令，没有围攻开平县城。那就不管他们了。不是不管，司令员，你我的警卫员都下连了，咱们手里头没有一个多余的脑袋呀。可他们身上有重要的情报啊，能撑到现在不容易。陆南边一将难求啊，我的政委。司令员，要不这样，明天你指挥打仗，我带预备队去接应他们吧。扯淡！开平城内的鬼子加伪军足足有一个营，没有一个团的兵力是啃不动的。樊少道的战斗明早打响，预计要6个小时才能结束。希望明天啊，陆南边他们能撑过6个小时啊。什么呢？想他呢？谁呀？谁呀？老板娘。想老板娘的想老板娘了，还想他了。哎，对了，那会儿老板娘老说我不如你，他娘的小鬼子也觉得我不如你。你还记得那张通缉令吗？凭什么你9万我8万呢？到现在想起来，我这心里还过不去呢。我跟你说啊，老李，别看我现在这样。可等我明天出去了，随便折腾折腾，就让他们把数字给改过来。你信不信？你信不信？信。
想他的猪肉炖粉条了。我想送你个礼物，这是我这些年来治病遇到的病例和医治的方法。如果你能离开这个地方，希望你去救更多的人。我即将离开这里，战争对我而言已经提前结束了。再见。团的士兵在天皇神威的眷顾下，向来是作战勇猛，锐不可当。各位远道而来，是我们最尊贵的客人，欢迎你们的到来。为了迎接新年，祭奠因病去世的本田中佐，我们特意安排了一场决斗，用鲜血
驱散疾病和黑暗。我希望大家能够沐浴到来自战场的杀气，如何我们的军队百战百胜。我今天便要派出两位重要的人物参加战斗，他们曾经立下过无数的战功，是天皇军队中的传奇。新野祥少佐，三池星岗位。怎么是他们？让咱们仨打他们俩，看来这鬼子头是想让他们两个死了。哥几个，咱不是来要他们的命的。一会儿打的时候别红眼，等信号。如果我们和路南边互杀，两败俱伤，就没有人知道密码本的秘密了。这真是一场令人满意的战斗。我们死了，吕团长就放心了。所以，只有活下去。没有宽恕，没有求饶，他们将面对最强的对手。只有取得胜利，才能获得新的荣誉。对方是三个中国俘虏，凶残至极，如野兽般的狂暴。只有最勇敢的战神才能杀掉他们。
开车！别动！ 叫你的人把枪放下，快点！听我的命令，放下武器。是，李团长。不要开枪。李团长，安心上路。 你的车！ 报动！嘿。
鼓起勇气，重新活一回。
最后一面，也没机会跟他说声谢谢，永远没有机会了。你醒了，你可累死我了，我足足追了你六条街。哦，你受伤了。作为医生，你应该很清楚。像你这样的伤势，如果得不到救治，那会是什么样的后果？你累了，好好的休息一会儿。让我们一起静静等待你的朋友到来，好吗？南走就能出开平，我们哥仨去救人，咱们就此别过，运气好，成败局。陆大哥，要走一起走，我们跟你一起干。对，要走一起走。千万别，我们哥仨干的是八路军的买卖，各位别趟这股浑水，好吧？要是谢我的话，就好好活着，赶紧走。英子，你按着联络头去叶秋草。我和老吕去找白大夫，咱们四起客栈去。好，你俩放心，小心点。老吕，走。有点不对劲儿，人到了。车也到，但是太轻。老白受伤了，
我去尹刽子，你带丫头走。宋秋泽是你一手布置的，你得活着，别争了。只要丫头活着，咱这帮兄弟就都没白死。咱为啥拼了命的跟他们干？就是为了今后十年、50年、100年，咱中国人不再受小鬼子的欺负。他打咱一拳，咱必须还他一脚。老罗，悠着点儿。有我兄弟，哎呀，这把算是玩大了。你想想看，咱哥几个哪还有活路啊？他不能没有你。他现在年龄还小，等他大了，他就会明白。没什么重要，至少你得再见他一面，留句话吧。老爹，我累了，我想歇歇了。我那87个兄弟还在天上等着我，就这句。我们在这里等了你很久了，你很勇敢，对兄弟也很有情义。但是，我要向你保证，你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活着走出开平。我很遗憾，
你的朋友会看着你慢慢的死掉。老白，一路上辛苦了，你的任务完成了，但是我的任务还没完成。咱不能让小鬼子捡了这个便宜，咱哥几个没退路，我得去完成我的任务。你这是回来这里，你也不说让我坐一下。星野少佐，您负伤了，外面出什么事儿了？不是说皇军要举行宴会吗？陆南边和他的朋友们越狱了。我来这里看看他在没在这里。他怎么可能在这儿呢？他越狱应该往城外跑，他可是八路军